九一四，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麒麟尾天后宫哦，听到天后这等一，你就知影吼，我们的主事神明天上圣母，今天呢就是要来帮大家记录的是暌违多年，我们再次盛大举办的麒麟妈的业主进香请火开光大典哦，你就知道我们很忙吼，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当初呢接到这个邀约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非常特别，除了这个阵容庞大之外呢，他们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们的时间很特别。这一次呢 ，Joyce 的团队晚上8点哦开始记录他们的那个陆陆续续的报道，旋即呢就要直接前往北港朝天宫哦。约莫在凌晨3-4点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开始进行那个挂会啊、请火啊、开光的仪式。Let's go。啊，乡亲非常热情，听到我这个肉肉冷的开场，非常的完美之后，哈哈哈，哎，掌声太可爱了，居然还有掌声，赞。实在的，雨是蛮大的哈，不过呢，风雨生信心啊，还是不减我们信徒们的热情哦。待会呢，陆陆续续各个阵头抱团之后，我们就要出发前往北港朝天宫。Thank you.
神秘任务，我们可是有请示过妈祖。上山要开一个后裔，我来讲解处理，我们必须来听。然后妈祖说 ，OK， 就是现在任掌教的这个重要角色，所以呢，就非常荣幸哦，能够陪着我们的神明一起出发。哇，真正的与神同行哦，妈祖准许我的神秘任务啊，跟着我们的神明一起出发。现在呢是晚上大概11点多，我们现在呢旋即要出发。前往北港朝天宫来进行我们的业主进香、停火，还有开光大典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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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谁来？谁来？那要前往北港，超扯！我从来没有晚上12点再出发北港的。白云老祖的 Thank you， 但现在里面还没有神像，厉害了各位！10几台游览车，大队人马，浩浩荡荡，而且大家会发现，你看，好，我现在已经无所畏惧了。I'm enjoying the rain， 我现在已经刚开场就发疯。我想要发问，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要把庙门给关起来，还要贴那个封条？哎，我们今天家里所有大人都出门了，我们让门关起来，保护起来，让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能进去。哎，这真的很酷，因为其实 Joyce 拍摄的进香场也不少，我没看过关庙门还给我上封条的。11点半，上车。凌晨2点，抵达了北港朝天宫。2点抵达北港朝天宫，现在已经是3点了。那从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其实会发现，哇，他们有蛮多这个仪式，还蛮特别，是就是之前没有看过的，包括他们怎么去固定香炉啊，那香炉的个数怎么会这么多嘞？其实呢，这个待会的这帮大家问个清楚，他们会由机身去指示他们非常多的小细节，领笛啊要往上几公分等等的，都是由机身去来指示的。所以呢，可以发现哦，他们非常的准时，也非常的盯紧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也就是重头戏的，他们要进行开光仪式。九月八号朝天宫全景影视开工上演。
财源老祖灯要出发挥。请火，但是请火仪式还没完全结束。他们现在听说他们有一个观音的机身，他本来是不开口的，他们来这里开口，超狂的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开始找位置了。我刚才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分享的，他们这个跟我们一般的挂会不一样，他们这个叫做请火，他们总共有六个炉，而且你会发现他每一次请火的地点都不一样。他们的请火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一个招兵买马请兵马的概念。所以呢，刚才呢有一个在这边，有一个在那边，有一个在外面，所以呢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会在哪边请到兵马，所以这就是他很特别的地方。然后就是看那么多场庙会，我还真的是没有看过这种请火的形式，非常的特别。
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，我们2个小时前，早上的6点才刚在北港朝天宫结束了非常精彩的仪式。哦，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没想到这样哦，就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，今天是铁人行程，我们现在的绕境行程才正要开始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角宿天后宫。我们这次很特别哦，我们这次神教的数量非常的多，都是燕巢这边各地的庙友，大家呢一起来协助，一起来相挺。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燕巢地区呢走访各地的友公庙，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密。的 Buckingham 哦，很可爱，刚好跟 Joyce 的家乡齐肉是同样的发音哦。那他同时呢，也是麒麟天后宫他们的神童瓜。那我们在北港呢，也有看到他们的 Buckingham 的哦，有乐嘎哦来处理一些事情。那刚才呢，甚至哦，各有发大嘎。人生无可恋，我现在狼狈到一个全身上下没有一块是干的。而且因为我们在山上，你知道吗？它那个水是很像那种泄洪哎，它就在我脚边上唰就，笑了这个。Oh, my God.
真的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啊！你看，包括天气，说真的，我是没有掰到这么狼狈过。不过也超热血的，你看一群人，然后扛着神轿，然后在大雨中，哇，这个精神真的是厉害厉害。然后包括今天，其实就也解锁了非常多新的视野包括他们这个情火，我还真的是没看过，机身开口开口之后呢，又可以来为民服务了。还有我们这一次呢，开光的这个白猿老祖大家可能对这个神明比较陌生没有听过，因为他可不是到处都有的神明他是这里麒麟天后宫限定的。所以说实在的，今天呢，我们也解锁了非常多庙宇文化这边非常特别的一点，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今天就是来到麒麟天后宫，帮大家记录这些所有热血还有特别的文化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这神庙红红就是因为咱天顶派来要来定定有关这个麒麟妈家，就那受封在家。关于这麒麟的代志，就是阮这支山，这支山的山头，遐就是麒麟会镇守伫这支山，伊会走来走去，尾啊就是予阮甲收服伫遐，怎啊乖乖伫遐镇定伫个这支山头的头前。阮的福德圣神遐，伊就是咧镇守阮这支山，这个城里白猿老祖，这是顶悬甲封甲收封的，因为伊只镇守百冬以上啊啦，迄算足久啊，像阮细汉就拢有啊，是伊无当去铺头起来，是因为。伊无神佛加帮忙，伊当无拢去哩顶悬受封。啊，即摆就是阮的妈祖婆，阮的特公伯啊，福德正神，甲带去哩顶悬遐，迄个王上帝啊，甲走走讲这白猿伫遮拢无害人，拢有帮助一寡社里的平安，所以大家受封白猿老祖。感谢咱大总理小总、诸位史丹先生，还有十二位执事会员。